生命电视与您一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语。舍利弗的在印度化生实现的，那真是妙吉祥。他家里的七宝完全都居住了。说你如果行十三业，增长财宝，增长智具，增长自在，这个不容易了。你感觉是自自在在，换句话说，舒舒服服过一生。有些人确实是这样吗？就现代人也这样吗？我在旧金山碰见他们两弟兄一生什么事儿没做过。小孩时候玩，念书不好好念，大人也就不管了，就不念。赶到中学了，请人帮他念，雇人给他念，拿到个文凭，乃至到大学。一直的到社会，从来没做过事儿。现在嘛，七十多岁了，一生没做过事儿。家里非常有钱，大家可能老年人知道，上海广东人行，后来到香港，他就是两弟兄生到家里头，一生没做过事儿，什么灾难都没有。我跟他们说，我说你要信佛呀，要念佛呀，他跟我笑一笑，但师父不让信佛了，我什么求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求，他也不求佛了。他说我今生也没造什么业，但是呢，他太太非常能干，开建筑公司啊，搞房地产啊，什么都做，他什么都不做。他有没有爱好呢？有，爱好什么呢？汽车，凡是出了个新牌汽车，不论多贵，他都要买。他的朋友亲戚啊，专门买他二手车，有新的了，他就不要他旧的了；有新的就不要旧的了。别的没有爱好。那个弟弟呢，更怪。晚上大家都睡了，他起来了，开部车到外头去转。可在美国可以了，到夜市了，东逛西逛，逛到快天亮了，他开车回家了。干啥都睡觉去了。我说你赶上过的鬼生活，夜间你出去了，天亮，快天亮你回去了，鬼就是这样子嘛。今儿虽然有福报，有福报，什么灾难都没有，没受过，中国人没受灾难很少。我跟他们从来没说过。那么像这样的人有烦恼没有呢？烦恼特别少，
他烦恼特别少，啊，因为他有钱，有力量，在那个国度里头，法律保障，什么灾难都没有，那的善业也没有啊，他的善业都是他太太给他做，他对三宝也不反对，也不怎么需求，也不供养。像这类的人，这类人啊，这叫慈福，御慈的福德，不是有智慧的，但是他感觉到实实在在，他确实烦恼少，他没有任何愁苦的事儿，那他下一代呢，他没的儿子，他有两个女儿，对，说像这样的人，他没什么贪求，但是名望没有，他不求名望，但是跟他的朋友也不会说是他是坏人，他是好人，而增长名声，就人的名誉好，名誉好，所以提起来啊，说这个是个好人，但是这个增长名声可不是了，是行菩萨道的，像佛、诸佛、十方法界都能称赞他、赞叹他，阿弥陀佛，咱们在这搁十万亿佛度，这个世界上好多人念他名字，南无阿弥陀佛，归他，要给他当弟子。这佛的名称，十方法界都没有，其次，观世音菩萨，也是十方世界都知道，这四大菩萨、什么都知道。那好多弟子啊，那就善有眷属多了，都愿意给他当眷属。但是呢，魔鬼不愿意他，不见得赞叹他，也不愿意做他的眷属，就是这样含义啊。大德世尊呢，要比真善刹帝利王乃至真善婆罗门与十那罗智能远离啊，这些个善人发善愿的，他自然的不做前面的十那了，他不但自己不做，我劝一切人都要远离十那，不做那，那他的功德就很大了，我等荣获。这些话是西水果王啊，西水王啊，西水果，西学的鬼，那神，那神起善念，赞叹，要能得到荣获，那神荣获，那就不容易了，是善神荣护吗？那还容易了，你做善事，善人就荣护，那要转化恶人，让恶人都荣护你，那就困难。能够让恶人荣护的，就是你的道德就很高深了。佛赐世尊，要有真善刹的力王乃至真善婆罗门成就入世所说的功德，我等眷属勤加守护，我跟我的眷属都守护
这个国王、这个婆罗门乃至行十三夜的。这样融合得到鬼神融合啊，与十法皆得远离，是吧？就是有伤害的不善法，嗯，就远离开了。前头是说是得到好事儿，名闻增长啊，身心健康啊，长寿啊，嗯，那好事一定对着不好事儿。下头就说是哪法，嗯，还有十种的不好事儿，也都能远离，远离一切哪，行十善，远离一切哪，这都很好理解了，嗯。一者远离冤家寇敌，你就对你不喜欢的你的冤家或者盗贼，或者你的敌人反对你都能远离，还远离一个非奈塞生相位处境，你不喜欢的塞生相位处境带个境界没有，你都远离了。非奈啊，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些个三生相位处都没有，那你是呢，你所接近的三生相位处法都是你耐的。三生相位处这是五种境界相，说这五种境界相都是你很喜欢的，你不喜欢的都远离了。那是远离障力疾病，有瘟疫啊，障力是瘟疫病啊，嗯，也都能离开。远离一些邪知恶见，嗯，这个是看起来很难，实际很容易啊。假设你皈依三宝了，邪见恶见自然远离。例如说我们现在在普照寺里头住，邪见恶见远离，邪知觉见很少，就是外边带来的到这儿也离开了，乃至邪妄归依，邪恶的灾怪，一切邪恶的事业，邪恶的知识，恶善知识啊，恶知识不加善，善知识就不是恶，假装善知识是恶的，那叫恶善知识，不是真善知识。远离诸家余孽，这个就不容易了。说在家就像你掉那淤泥坑里一样，简直爬不上来。这个不只是比丘比丘尼，我们在家二宗啊，又不善又不疑，虽然在家心不言讲，不被枷锁束缚啊，因为我看见在我们普照寺这帮道友，男众也好女众也好，他并没有剃头啊，他是在家呀，啊，但是他不言在家的淤泥，嗯，这叫远离于你，再叫于你远离非时的忧伤，不该死死了，寿命还没尽，害病没有医药，
而战争、水灾和火灾，不该死死了，就是寿命还到没尽的时候，夭折了。如果大家读过《药师经》啊，不有九种横死吗？说不该死死了，现在出车祸，坐飞机失事了，坐轮船失事了，就是不该死死了，叫药上啊。大德师尊要比真善超的李王，那是真善婆罗门。成前所说的功德，据说这十种功德呀，这是功德相。远离高涅寇敌啊，反正他不喜欢的三生香味处，那境界都没有啊，乃至于瘟疫、传染，种种恶病吧，邪妄的皈依啊，邪恶的灾怪，这些都没有，都没有啊！去入这个功德，吸血鬼王领着他那帮吸血鬼都来恭敬你，都来拥护，那神都转变拥护，而三神就不消说了。这些个所说的冤害啊，那现在我们好多道友基本上都离了。以前我经常跟大家说，我说在普陀寺住的道友，大家对照一下，有这十种现象吗？没有，说明了我们自己的呀，过去的善根还是很深厚的。那么对照对照现实的环境吧，现在这个世界是什么现象？当然是国际上的不说了。刀兵水火灾害，咱们的五台山特别难静嘛，当然是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他生活这些年经济很繁荣，但灾害也跟着来了，每次风暴。灾害，那广东、广西最近福建又遭灾害呀，水灾呀，风灾呀，那年我在厦门，厦门从来不遭台风的，那年就会遭着台风，有些损失很厉害的，说人呐，在福中不知福，在祸中想得福。说有些人在灾害当中想离开灾害，办不到，为什么呢？他因为他自己的邪知邪见很严重，乐见邪知邪见，现在提倡诚信，为什么？这四点人太不诚实了，太没得信用了。所以呀，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
地藏王菩萨向佛请说这种法的时候，啊，一个十讷轮，翻了十讷轮就是十三轮。我们大家都知道贪嗔痴，社会上也知道，说发脾气不对，嗔恨不对。说现在我们国家提倡和谐社会，没有嗔恨。能提倡和谐社会，有智慧，没有愚痴。提倡是一回事儿，真正能够和谐不能和谐呢，那有一回事儿，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但是为什么能够得到南京远离这些个呢事物呢境界，因为我们的心呢还是十三的。但是十三对我们要求那是太不够了，那是四间是十三业啊，因为我们要修除四间法，因此普罗斯以戒律为根本，那就不了十三业了。沙弥沙弥尼的戒都比十三超过呀，没有在家的道友受过五戒，最近有些人受八关斋戒，那个就超过那个了，全都说着呢。说我们皈依三宝了，不要再去邪知邪见，不要想发财，想找弯门邪道买彩票，那都是邪见，邪知邪见。求神问卜，所以那个坚定信请佛说个三教方便法门，佛不说，佛就有地藏王菩萨说，地藏王菩萨才说善恶沾察业报，沾察你的善恶。说佛弟子受过三皈五戒的，就不能够再信邪教。什么叫邪知见？很多，包括相面呐、批八字啊，那是求神问卜啊、打卦算命啊，全是。人那沾着善业报经，不是沾着善恶吗？那个不同了，为什么不同了呢？你必须得拜忏，对，你要用这个沾忏轮，必须得拜忏。而且地藏菩萨说，你每逢用沾忏轮，先得念一千声，念我的名号，就念地藏王菩萨的圣号。说你不拜忏，不念圣号，不灵。那你念了圣号呢，念了拜忏呢，把业障就消了，就是地藏菩萨来让你消业障。我们刚才讲到一个横死，就不该死死了，说意外发生的，就是这里头有十种，再跟大家讲一讲啊。说有了病，处在那没有医生的地方，也没有药，本来你命啊，寿命还没尽，
意外得了病了，没有医药治疗，死了，说死于非命。还有王法，说你犯了国家法了。如果真正的犯法，还想得过呀？哎，你没犯法，叫人灾害，犯说是你犯法了，把你给诛戮了，或者枪毙呀、啊，判处死刑了。另一种，非人夺精气，说这人用过邪魔外道、冤家、过去鬼神把他缠绕住了，要你的命就死了。如果是假这个佛法三宝的力量化解了，把非人降服了，那这种就不会死亡的。在这个非人多精气，像那疯子啊、癫狂啊，很多有非人多精气死亡了。还有火灾，隔壁是失火，把你连带上了。现在火灾很多，把你烧死了。还有水淹，寿命不该尽，死了。还有一种猛兽，那狗，把你咬伤了，因伤而致死了。还有上山爬山，堕了难下去了，摔死了。还有吃药，吃错了药了。还不说是毒药了，又吃错了药，你这个病啊，吃这个药是不好的。对，还有一些个物相反，这在医书上很多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吧，说大葱蘸蜂蜜，吃了就死。这个事很少，吃大葱怎么会蘸到蜂蜜上去了？那他就该死的时候也不该死，他鬼使神差，他蘸着蜂蜜呀、啊，啥子？这就吃错了药，或者饥饿。现在咱们这下煤矿矿井，那不该死，寿命没尽呢。那下煤矿的、挖煤的。都是年轻人嘛，身心健康的嘛，或者冒水了、冒顶了、瓦斯爆炸了，种种的因缘嘛，不该死而死的，是种非命。类似这些种种的，凡是行善轮的，都会没有。不会遇到的，说念药师经，专门对症九种横死的，也不该死死了。说我念药师经，念药师经就免了，我也不该死死了。福至世尊，要有真善车的力王，去如前所说，功德圆满。他能得到善眷属的荣获，那这个帝王呢，寿命也长久，眷属也闲散，这个国家的人民呢，就存善，享受很好，灾害呀、啊，渐渐的远离。那么还有十种啊，哪十种呢？远离哪吒，远离哪吒啊，一个远离他国冤敌，别的国呀不来侵略你，不来跟你打仗，他国的冤敌，远离自国的冤敌，本国的变乱。
有他国治国都没远离。远离那凶恶的鬼神，这个很难，很难啊！除非嘛，你皈依三宝，做十善，那鬼神把你没办法，他不敢见，因为你有善神护送。否则时候，凶恶的鬼神，说那鬼神啊。你行这个十三业的时候，凶恶鬼神都远离了，远离强颜抗旱。这抗旱呢，就是太阳很大，热死啊，就热死了。远离浮云自雨，久雨不晴，那也是灾害频繁，阴寒又冷，远离一切非时的寒热、烈风啊、暴雨啊、冰雹啊，这些灾害都没有。远离一些恶行变怪、偏摄兴许、错乱，因这个恶行的变怪啊，影响到人间，影响到人间，无缘无故的冰雹，无缘无故的那个变异，远离一些激进、荒贱，社会上没有粮食吃了。那1959年、1960年，可能大家还记得吧。1959年、1960年、1961年，3年自然灾害，就咱们国家说，那叫自然灾害，接近荒贱，非时病死，这不是死的时候死了，这夭折了，原来一些邪之恶见。再一个是很难，如果不学正法的，不是依附教道而行的，再一个邪知邪见呢，很难的离开。乃至学了佛法的，他不依教奉行，不依之持戒，不知邪见，这种都叫邪知邪见，所以大家可能听到很多很多的邪知邪见，很普遍。说信佛是迷信，这是不是邪知邪见吗？只看见活人在家，谁看见死人受罪了，不相信。这十种，凶恶鬼神的亲友，那你得有缘，他跟你有或者恶缘或者是善缘，没缘的亲友不要你。这十种灾害啊，文字上说大家都会懂了，没什么深奥的义理，就是现在你对照一下现在这个社会是不是这样子？有时候本来是正常的，它突然变化，会死的好多人。这种灾害很多的。那时候印度尼西亚到那儿去旅游的，得看风景啊，在那海岛上、海难上，哪晓得海底下这个等岛子整个的垮到水里头去了，那岛上人都淹没了，
那个灾害啊，死了好多人，还有，还咱们钱塘江大潮，2000多年都是那样子，那个潮跟咱们看的海潮不一样。为什么要到钱塘江开潮啊？它的潮是立着的，立体，潮不是一浪一浪的，它是立体来的。那钱塘江大潮它立着的，像一面是平行的这样，就一个水柱，一个水整个往前来。啊，头些年嘛，2000年我记不得了，我在那个雁荡山，那水槽到了岸上了，它不像正常的落下去，它打到岸上来了。大家站在那看潮的人，好几千人呢，还有做小买卖的、卖饮食业的，那潮水一潮都卷下去了，还有开小卧车的，连车子给你卷下去了。打那么再看钱塘江大潮啊，这是远远的不敢再到跟前去了。这是突然间意外的。类似这些事儿，这些灾害，佛经上说的绝对都是事实。这说的在咱们讲，这不是华严经啊，是大地十轮，就是世间的现象，都是世间话，都是你生活当中的事儿。一个呢一个善，呢的叫受报，受呢的侵扰，善的就善的报答。善是功德，呢是罪过。大德世尊要比真善差的流亡，据说据修如前所说了，修十善了啊，十善论了，修这个修得很好，功德圆满了，那我跟我们眷属都会拥护他，令这个帝王他所有的眷属，他那国度的人民能够离十乐，十种乐事。说到这儿，世尊就说了，尔时世尊就赞叹天地，乃至跟他眷属，乃至一切毗舍折地，就是前头说呢，鬼的神王啊，及眷属等，佛说你们啊，很好很好，善哉善哉啊，说你们能发出这个愿，做十善业，做十善的善王，不做恶王。此事皆是汝等应做呀。世尊赞叹他们，我就嘱托他们，这是你们应该正式做的。因为你这样做，种这个因，感到果。你做的时候是善缘，善缘就是善因缘。由于你这样发心，这样去做，当令汝，你感的果报呢是什么呢？长夜的难乐。佛听到护法善神这样来向佛表达他们要拥护善法，佛就赞他们说，你们这些个的善地擦罗利、善地婆罗门，那这个善的这些鬼王，你们会能得到的，得到什么呢？善有善报，有长夜难乐。
尔时大范腐败佛人，回复以前啊，大范天王向佛说：“世尊呐，我愿听我为未来世持佛斗众一切真善差的力王说能护国不退心不退不退轮心大陀罗尼明咒章句。”大梵天王又说个咒，这个陀罗尼咒叫什么呢？叫不退转，不退转轮。不退什么呢？要持这个咒，护持这个国家，不退心。这是咒的威力，咒的威力。这大陀罗尼明咒，这咒的名字叫大陀罗尼明，是这么个咒语。这个咒语的威力，它的威力啊，谁要持这个咒，能令末法的佛国斗争，那些个好国王如果是有讷敌讷国王讷敌冤敌讷友来侵凌他的时候，念这个咒把冤敌就退了。所以这个大梵天王说这个咒，由此护国不退转心大陀罗尼明咒章句，威神的力量令未来世是佛陀众一切真善差的力王不为一些冤敌讷友之所摧伏，能令一切冤敌讷友自然退散。能善护持身于业业，我说日着常所称赞离入那法常行善法，常离一切邪见邪归依啊，常与大乘精进修行勇猛坚固，常能成熟无量无数所化的友情，自不依他，自言善巧，具行六种道避难，珍宝福常，远离一切愤奸嫉等烦恼离垢，常为一切人非人等恭敬护念，诸有所为，心无妄失，不舍友情，乐舍世事，常不远离法器福田。这一段经文呢，大梵天王想说明一个咒，大明咒。简略的说叫大明咒。陀罗尼呢是总的名词，一切咒都叫陀罗尼，就是总词。凡是说咒，文字很少，但是它含的意义非常广，威力威神很大。说这个大明咒的功力很大，如果被他冤敌来侵略的时候，念这个咒，那个是冤敌退了，一切法都远离。那时候呢，有常行的善法，把这一切的邪知邪见网啊，都离开了。这个中间这段经文就说，这个咒
有这大的力量，能使那个怨敌讷有，使他们屈服。他有了情料，你念这个咒，他们自然就退散了。能散护持，这个咒能护持你的身口意业，不做坏事，不说坏话，不做坏思想，是一切智慧有智慧的人呢，赞叹你是这大明咒，陀罗尼大明咒，离开阎罗法，常行善法，常持这个咒呢，能够离去邪见、邪归依，能够起到大成精进、勇猛坚固。说这个咒成熟了，无量的有情，说你要发大心，化度有一切有情，都能成熟。说有智慧的，不是依他的，得到自然的善巧，能修成六波罗蜜，得到一些福场，离开一个愤忌、奸忌等烦恼的缠垢。非人人，人可非人，不但不伤害你，还要护念你。嗯，这时候你心所有的善法不会忘失的呀。你看，长时候用慈悲喜舍耐语，舍受一些众生，不愿离伏福田法器。这段经文呢就含的这些意思，因为时间到了，咱们下课了。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荣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带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火场里的导盲犬。阿尔法是一只非常优秀的导盲犬，正因为有它，盲人吉姆才可以外出旅行。在阿尔法的陪伴下，他到过很多旅游胜地。又到了洗温泉的季节了，吉姆，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泡温泉啊？我也正有这个打算呢。我知道有个地方刚开了一家日式的温泉旅馆，那里非常棒，只是路程有点远。路程远对我们来说倒是没什么，只是吉姆有些不方便啊。有阿尔法在，我也没有问题，有他在我身边，多远的地方我也都能去的。那真是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约好这个周末一起去泡温泉。是啊，吉姆，阿尔法他就是你的眼睛。你说的没错，阿尔法的确就是我的大眼睛。周末那天傍晚，吉姆和同伴来到了那家日式温泉旅馆，他们选了旅馆三楼的几个房间住了下来。吉姆，你眼睛不好，怎么还选这么高的房间啊？旅馆老板说了，这个房间是最安静的，我喜欢安静。可是你上下三楼方便吗？需要我们留一个人在这儿照顾你吗？没事的，你们早点休息吧，我这里有阿尔法，不用担心的了。阿尔法，阿尔法，你在哪里？有阿尔法照顾你，那我们就放心了。好了，吉姆，你也早点休息吧。阿尔法，你也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一起泡温泉呢。在凌晨时分，这个旅馆突然发生了火灾。这种木造结构的楼房一旦起火将烧得非常快，过不了多久火势便无法控制了。阿尔法，发生什么事了吗？怎么回事？天已经亮了吗？现在时刻早上1:23。阿尔法，现在才凌晨1点多，你要干嘛呀？赶快睡觉吧。阿尔法，你究竟想要做什么呀？起火了，起火了，旅馆起火了，快离开这里，这里很危险。啊，起火了，快，阿尔法，到大门口去。究竟是哪里起火了？不知道火势大不大。然而很快吉姆便知道了火势的强烈，他感觉到了滚烫的烟雾正朝自己扑来，此时整个走廊已经烧成了一片火海。消防车怎么还没来啊？三楼的客人还没出来呢，而且还有一位盲人。火势这么大，而且到处都是浓烟，我们好不容易才从里面逃出来。是啊，我们出来的时候大火已经将走廊吞没了，三楼里面的人现在很难从里面再走出来，更何况还有一位盲人呢，这下要怎么办啊？不行，我要进去救他们。不可以，出口已经被大火挡住了，现在是进不去的，他们也是出不来的。这下该怎么办呢？消防队，你们快来呀，这里等着你们救灾呀。此时的三楼走廊，阿尔法看到面前的火势实在太大了，根本没有办法通过，于是他急忙扭头带着吉姆朝房间撤退。就在这时候，他们遇到了同住在三楼的那两位朋友。哎呀，这不是吉姆和阿尔法吗？吉姆，你没事吧？我没事，但是前面的火势太大了，我们要赶紧找到别的出口，否则我们会被烧死在这里的。可是
我们该往哪里走啊？难道你们也看不见该往哪里走吗？烟太大了，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啊。真是太糟糕了，搞不好我们会被烧死在这里的。太好了，消防车来了。我们要赶快去窗边，这样他们才会知道我们的位置。到处都是浓烟，我们哪里能找到窗户？阿尔法，快带我们去窗户边。虽然走廊的烟雾很大，但阿尔法凭借他敏锐的嗅觉，还是将吉姆和朋友们带到了窗户边。阿尔法，你真是太棒了，竟然真的找到了窗户。阿尔法，谢谢你。是啊，阿尔法实在太棒了，如果没有他，我们今天搞不好会死在这里。这里有个平台，阿尔法可以跳到那个平台上，这种高度他绝对会安全到达那里的，然后再跳到地面逃生。阿尔法，快从这里跳下去逃生吧，快走啊。就在这时候，一股火苗窜了出来，窜出来的火将木造平台吞没了，很快这个平台便被烧毁。吉姆，阿尔法是不会丢下你独自离开的，而且现在他也没办法离开了。他们还活着，他们在那里。快，赶快架起云梯来。快，你们快离开这里，这栋楼随时有可能倒塌的。吉姆，你先走。对，吉姆，你眼睛不方便，你先走。那阿尔法要怎么办呀？你先走，阿尔法由我们带他下去。是啊，时间来不及了，你要把狗留下，自己先逃生去吧。那好吧。阿尔法，你别这样，吉姆没有办法带你走的。你放心，一会儿我带你下去。阿尔法，你先和我朋友在这里等着，一会儿他们会救你下来的。来，阿尔法，让我把你送到主人身边吧。啊，阿尔法，你不要乱动啊。此时火势更大了，旅馆的顶棚和走廊已经开始坍塌，如果再不离开的话将会非常危险。赶快下来，这栋楼快要塌了。阿尔法很不配合，怎么办呢？他不会咬我吧？实在不行就把他扔下来。不可以，你们不能把他扔下来，那样的话会摔伤他的。那怎么办呢？阿尔法太不配合了。是啊，他看上去很生气啊。没时间了，你们快下来，别管那只狗了。阿尔法，阿尔法，你听我的。阿尔法，你听我说，你不要动，让他们把你抱下来，抱到我这里来，听到没有？还是吉姆的话有用啊。真是不可思议啊，你的一句话，这只狗竟然就像小绵羊一样温顺，任凭别人怎么抱也不挣扎。快把它递给我。哦，阿尔法，谢谢你，今天多亏了你救了大家。是啊，如果没有阿尔法，我们今天很可能被困在里面，活活烧死的。是啊，这真是一只了不起的导盲犬，它是金